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凡凡，我在美国，我是一个英文老师，然后我也当过留学生，所以呢，我有很多非常好的知识和一些学英语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那么最近呢，我都在做一些关于这个语音方面的这个视频，所以想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来做一个发音的技巧分享。今天这个音呢，主要是就是在这个音上，这个音，特别是它作为这个单词的开头。比方说这个单词，我就是听到很多这个学英文的人，就是特别是我们就是中国的学生，特别喜欢把这个单词念成 road。你现在有没有很耳熟、很经典的这个 road？对，很多人喜欢这样来念。其实呢，就是在念这个单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非常好的把握住这个 r 这个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在快速的给大家教一个小方法，怎么样去纠正这个发音。当然了，这个发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纠正过来的，你需要就是多练习，然后多说，然后呢，慢慢之后呢，就会把慢慢转过来。好，那这个音呢，其实我们中国学生之所以会念成 road， 看到了吗？你这个时候，你这个发音吐气其实是从牙齿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 road， 你不信你念一下试试，就你会感觉好像有气体在牙齿这儿摩擦似的。road， 但其实呢，在念好这个单词的时候，你的气体不是从牙齿这儿出来，主要是你的嘴型，还有你的气体从嘴这个地方出来，就是这样子，跟我来学。这好像是很多女生自拍时愿意搞的这个表情，但其实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型，就是你要做这种吹口哨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尽量的吐气，让气体在嘴唇这个地方震动，就是，这个时候你尽可能让这个气体通过这个嘴这个地方走出来，而不是通过这个牙齿走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那再练一遍。Road。好，我把错误的示范一遍。Road。正确的。Road。好，我们今天视频最后呢，就是快速的来练习几个单词，它们是以 R 开头，然后就找一找这个感觉。重要的呢，就是你的嘴型，就是 r， 而不是 r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Road, room, right, ring, rhythm. 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